你变十几？啊，你几个孙？记得起来无？来算我听。无，你几个囝？你念给我听，我要甲你录影起来。三个囝。三十八的，两个查甫囝。好，啊，大囝什么名？大囝。你前一次他打了吗？好，麦克，来，大囝什么名？我做阿平。第二个。阿豪。甲点名起。第三个。阿刁。啊，早囝，大早囝。少平。啊，第五个。谢嘞。少平。寿清吼，啊你什么寿清哦？啊你什么大名？我啦，我做李冠兰，敢是这？无你为头念到尾，我听看麦。李冠兰。啊无啦，啊恁翁什么名？你有翁读姓啊？有一个翁咩？哦，翁李冠兰，安尼你合格？有及格无？恁这家属看有及格无？伊他那念的名拢准无？哎呀。好，啊孙啊，我翕一个来。哎呀，无声音嘛袂使，有笑容。啊，请问你什么大名？小姐，你啊，哎，大嫂，你什么大名？我的名都无听。不要紧啊，什么大名？阿头啦。阿头真好啊。你第几个啊？老大诶。我第二。后壁。第五六姐啦。较大声诶。我第三。你第三咧？赞咯赞咯。哦，啊，你看，安尼甲你翕起来吼，拢有声音诶对答啦。哎呦，你诶声音唔那有趣味。来，我甲你搁甲你考一个小试一下。你少年捌卖菜卖物件无？嘿，啊，我问你吼，简单的算出你会晓吼？三块，我给你三块，啊，刷来个给你两块，啊，全部几块？阿妈。安怎？我即马给你三块银啦吼，啊，等下我搁给你两块银啦，啊，全部给你偌济钱？五块。五块吼，好。吼，啊，我给你十块银啦吼，啊，搁甲阿妈讲，甲你先来一下，讲阿妈，我即马。要出去外口吼，可能爱甲你借一下钱诶，甲你借三块转来，安尼你存七块，偌侪块？我十块互你，啊，佮甲你讨三块转来，你存偌侪块？哦，安尼有影有清楚？哎呀，我这诊所有够公用，甲你翕起來，这就是要来发扬咱诶传统伦理文化。